大家好，我是深圳三一人士，挂逼旅行家小马哥。接下来几天我要去抹黑香港，去香港流浪几天。现在我在深圳莲塘口岸，据说这是去香港最便宜的方式了。现在我需要去买一张香港的电话卡，然后去买一张车票，但是我目前还没有决定去香港哪个地方的，因为我没有做任何的攻略。本次去香港流浪遵循 City Walk 的核心精神，不做任何攻略。现在去买一张电话卡吧。听说香港的香烟特别贵，我去买一包万宝路。多少钱一包？26。不是假烟吗？因为你不要这样说话，说话都说的我们有点那个了。37块钱。纯现金。可以吧？你有港币吗？有啊，换了一点港币。要不要换？我换了，我已经换过了。对，在银行换的吧。37，可以选时间吗？还是整天都可以啊？都可以。随便上就可以了，是吧？没有规定时间。等你60。现在12点都有。12点，最晚什么时候？最晚8:15。8:15啊？我需要买一张那个电话卡，多少钱一张？一天的多少钱啊？我5天的有没有？要不就买个。2天跟3天的，一个40，一个30，70。哇，这么贵！车票买好了，花了40港币。看一下这里人有多少，哇，哈哈，太多人了吧？刚才在那个卖流量卡那里问了一下，他说1天20块钱。流量卡就先不买了，等过去香港那边再买吧。直接坐车去了。哇塞，一张中国脸，一本中国护照，就是畅通无阻通往全世界最安全地区的通行证。好像已经过关了吧，现在要去坐车啊。通关大约花了半个小时吧，最主要的就是填写那个健康申报码，然后就是过关，一直过关，刷点啊，指纹验证啊，刷港澳通行证啊，然后最主要的就是有个地方，他说不准戴帽子，可能是怕你是那种逃犯还是啥的吧。这个停车场这里应该属于香港了，看一下这个饮料多少钱啊？这里有一个自动售卖机，维他柠檬茶，这个在深圳我记得是4.5吧，4块还是4.5啊？哦，这边是旅游团是吧？旅游团，还有我们坐的巴士。哦。票的应该条件你看。走错了，在楼上坐，这边是旅游团的，是这个车吗？啊？有哪里？旺角尖沙咀，这种广告挂这里，在大陆早就被搬了，一点都不统一。你一个人挂上面干啥？特立独行吗？下车到站了，到油麻地了。锅气三送饭。什么价钱啊？2送饭1盒25。要什么餐？等一下再来吃吧。兄弟们到香港了，我现在在油麻地，我的手机现在没有网络，就好像一个瞎子。现在去 7-11 买一张手机卡，然后把我的那个八达通看能不能激活一下。哎，老板，就是我一张八达通也很久没用了，可以激活吗？激活要去地铁站。地铁站是吧？啊，那你这里有没有手机卡？有啊，30块一张。
你好，手机卡有卖吗？找个挂逼小公园，把我的手机卡装上一下。手机卡已经插进去了，但是要连接香港本地的 WiFi 才能使用。这里是一个电话亭，里面有一股尿骚味啊，有人在这里尿尿啊。油麻地地铁站，进去把那个地铁卡激活一下，看能不能用啊。查一下我的八达通记录啊，还有钱吗？充了100，然后还有21块钱，没有扣管理费吗？哎，你好，就是我这个八达通有好几年没用了。就是、你要去客服中心开通一下。我要刷地铁卡进去吗？哦，前面那里是吧？前面那里。谢谢啊，谢谢。这个八达通是我的吗？我真的都不记得我坐过轮渡了，为什么会有轮渡的消费啊？充50块是吧？对啊，里面有费用要扣。就我刚查了一下，里面还有20块，20多块钱是吧？那你要扣30块啊，所以就是不够扣啊。什么意思？为什么要扣30块哦？不常用。就是他每年有那个管理费是吧？3年后你不用，每一年要收你15块。就不用的话，每年扣15块。多充50块。啊？我要先帮你。弄这个要先充50，我再帮你充50，这样。哦，可以吧？可以。可以了，现在卡91.2块吗？哦，好的， okay, 谢谢，谢谢啊。八达通4年没有使用，收了30块钱管理费，是不是重新办一张八达通比较划算一点？又消费了100。现在趁着地铁站有 WiFi 网络，把手机卡激活登记一下。系统错误，怎么鬼？搞了20分钟，这张香港手机卡终于激活成功了。兄弟们太扎心了，在这个油麻地地铁站蹭了半个小时的 WiFi， 终于把这个手机卡激活成功了。现在八达通也搞定了，手机卡也激活了，开始出去找点吃的吧。哇，我在这里居然看到有一个人在乞讨，我给他人民币，他不会骂我吧？我还有硬币啊。他怎么还在抽烟啊？职业的吧，给他3个吧，1个人民币，2个港币。非法摆摊或行乞，请举报。看一下有没有人给钱啊？哇，真的有人给钱了。我看他在抽烟，这里可以抽烟吗？我好像没带火哎。现在下午3点钟了，10点钟从深圳出发，到现在都没吃东西，肚子饿得呱呱叫了，赶紧去找点东西吃，感受一下深圳的物价暴击吧。过去看一下多少钱啊？50块钱，还可以吧？我想去吃那个烧鸭饭。去前面吃那个烧鸭饭吧，吃这个牛腩粉感觉不怎么顶饿啊。在大众点评上发现一个小店，有的人说来油麻地必须要打卡一下，是不是这个店？哇，3点钟了，人还是挺多的，搞一个吧，反正没吃饭了，饿得呱呱叫了。来一个两个菜吧。带走是吗？啊，带走再吃。哦，在这吃吧。这个好像。没虾吗？
虾、西兰花，还有这个不知道是什么，应该是肚子之类的吧，猪肚之类的吧。兄弟们，干饭了，真的饿了。这虾怎么这么大一只？我感觉好像下雨了，有人是吧？哦，好，旁边有个鱼缸，那个水喷出来了，好像下雨了。哇，下雨了，这边40块钱不能吃啊。之前在这里乞讨的那个人被不见了，那两个人好像在撕逼啊，不走了。后面的巴士好像是堵车了吧，是吧？吃完饭了，我又来公园休息一下。啊，严禁吸烟，最高罚款1500。我刚刚看到有个人在这里吸烟啊，这里可以吸烟吗？吃完饭了，来这个小公园休息一下。来香港已经有半天了，看1000港币还剩多少钱啊？啊，刚才数了一下，就剩780港币了。今天还没住宿的，今天得花300多块钱。这是我时隔3-4年以来第一次出境。最近有点应激反应呢，前两天我经常睡不着，要等1-2点钟才睡得着，然后昨天头剧痛无比，可能是睡觉了把那个脖子给经脉给压到了，导致昨天晚上头剧痛无比，还好今天不管不顾直接出发了，感觉没有以前那么勇敢了。